很注重呢啲團體合作的精神啦，同人點樣相處啦，呢啲等等咯。咁我都覺得呢啲方面很重要。如果係擔心的可能會盡量去勉勵下或者關心下佢哋，睇有咩需要啊，或者係有咩可能有些人會想埋一邊啦，就可能同翻佢哋講翻，就其實 DSE 唔係唯一一樣嘢咯，唔需要因為呢一樣嘢而係失落，因為你其實人生仲有好多樣等住你去挑戰。